嘿哈喽哈喽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熊孩子强宝宝鱼。哎，这里是咬一口就甜甜的鱼啊！好嘞，欢迎收看咱们俩最新一期的迷你世界。今天我跟宝宝鱼呢，也是来玩这一个打气枪互相伤害大作战。对啊，打气球那个，咱们来那个，就是弄惩罚的吧。气球有一首歌是跟气球有关系啊，谁输了谁就唱那个周杰伦的《告白气球》，好吧？哎，这个可以有，这个可以有，你就对准备接吧？受我的制裁吧，宝宝鱼。开玩笑不存在的，来吧！不，一人一个赛道，你选哪条呢？我要原谅全世界！来来来，咱们可以，等真等的。等等等等等等等，三二一，再开始跑呀！不要这么急啊！来，过去是直接拿东西就开始射，还是咋样？等过去再数三二一，再开始啊！好，那你数吧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这个赛道的气球好像少了几个，我换条赛道。来吧，这赛道有气球吗？有哦，啊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。那我在你旁边吧，好，走。来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喽！走。哎，我这赛道也少了一个气球，我性感的连隔跳，老远我就看到。性感的连跳，性感的连跳，好了吗？哦，我已经过拿来完了。东西了。哇，这么快！对啊，我手速，你又不知道，准备好了哎，吗？怎么？拿不了，哎，拿到了，拿到了。按 Shift，然好了后我这吗？边少了一个气球，少了个气球，那你就射旁边射掉一个呗。我看射得过去没啊？你先等我一会儿，哎，OK，来来来来来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了。走你，宝宝鱼，你裤子掉了，你裤子掉了。不是。等一下，要把这个气球射掉之后，然后气球后面还有按钮的，应该是要全部把全部的灯给点亮。OK，那先把先，我的妈！你怎么一言不合就射爆这么多气球了？不带你在哪，宝贝？偶尔哎，皮一下很开心。你等等我，你等等我。开玩笑，是男人就一定要射得准，射得准，射，哎呀！射的人，哼，是我，我的气球有毒吧？我射不爆它。我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百步穿杨。不带着的，宝宝鱼，好好的，好好的，咱们好好的。哎，这个气球左右摆动，它皮了，完了，我不该让的。搞事情，搞事你情。射的比我还多了，完了，哎，强，哎，我介绍一个种田的妹子给你呗，她长得很漂亮的，真的，你相信我，真的吗？你相信真的我，吗？那我不射了。你只要停止不要射，我就告诉你她叫什么，好不好？我怎么感觉这么不靠谱啊？好不好？真的，她很漂亮的，真的，哇，美不胜收的那种。不，你主要是这句话是从一句单身狗的这个嘴里说出来，我就感觉这么不靠谱。不是我有女朋友，我有两个女朋友，我有两个五姑娘。左手跟右手吗？不，你这句好话巧，不是好巧，我也是哦。扎心了，哇扎心了，扎心。哇哇哇！宝贝，你等等我！哼，来追我呀，追我呀，追我呀！哼，哎呦呦呦！啊，过分了，过分了，过哎分呀，了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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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嘎哒嘎哒嘎！哎，不一定哟，小兄弟，哎，我去，这个按钮这么难射的，什么情况？为什么你那边放烟花了？啊，还剩最后两件，一件，就还两有件全亮了。啊，行吧！宝宝鱼，你准备接受制 裁吧？那人也不玩，好气啊，好气啊，好气啊！就差那么一格。不带你这样的，你个大屁眼子！明明就还剩一个，你就说还剩两个三个，你个大屁眼子！我就不该相信你的。这叫适当的套路嘛？谁叫你还是介绍个种田妹子给我？一听就这么不靠谱。好了，我接受惩罚，愿赌服输，一赌服输。好，我开始唱了，来我吧，开始唱了。我听着呢。你说你有点难追，我就打断你的腿。亲爱的，别任性，你的眼睛在说我愿这意。个打断你的腿是什么鬼？我即兴发挥改歌词怎么了？还不能改歌词了？可以的，这一波很强，总算是这个记游泳比赛之后惩戒了宝宝鱼一波。
我告诉你，等下次我还会把场子给搬回来的。好，那咱们等着，那咱们这期视频呢也是差不多了。好嘞，来吧。好嘞，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，那咱们这期视频呢也是到这里结束了。没点订阅的小伙伴们呢也是点点订阅，记得给咱们俩的视频点一个赞哟。对，那咱们就下一期再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